所以讲，咱爱抱着迄个感恩的心，感恩讲，哎、欸，老天给我也未歹，也搁有迄个机会，有迄个能力来付出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会当付出是一种快乐的代志。我到即阵嘛是搁咧做啊，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嘛，搁开始咧运作，我定这个慈善的餐会，餐会，哎、欸、呀，这钱就是要来起一间迄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一个、哦、一个。他的治疗法，他不是用药用打针，他是用心灵上的音乐，或是心灵上的教课，来医治他们的这个属于精神上有问题的这种病情。这个地点在台中。台中啊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积极在为他们这个恒山基金会呢，在啊开拓这个。募款、哦、所以这个社会上就是，你不要去有很多事情，你不要去用讲的，你不要去用讲给人家听，你用做的，做给人家看，去做给人家看，哦、哎，看比听啊，体会更多。人家说这是我的戒指，嗯，是，这是我的戒指，我要做一个戒指给你，对。Shock 呀！赶快把它带回家。Yes， 啊，带回去钓鱼。我可以当海女。已经捏我呢。好，伪装是多。哎呀，要两年啊，已经要七十几万了，七十几了哟。我要再娶七十几的。辛苦了，谢谢。我们会继续在一起。我们会继续在一起。三公尺要演得像那个老人、啊。我跟演用那老叔，那做怕做古的，那个我那个色很色那种。你是很会花言巧语呈现的人。嗯、不能演得很色胚，这样子变才又变色。对，你是你是骗子，你不是你不是色盲，你不是痞子，你是骗子。你是骗子。啊，你要用怪，你不要用，你不要文质彬彬啊，你不要用强的，打你拢用强的，不要用强，不要用怪。那个是好像就这个跟他一样，有没有？他以前跟你一样。性急小花包，嗯，含苞待放，小玫瑰含苞待放的小玫瑰，这种来泡茶最好，烘干泡茶就是要这样，烘干泡茶，烘干，烘干，烘干泡茶，有没有？试过更好喝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这是含苞那个球啊，就烘干，就一朵一朵，又好包装，色情，含苞烘干，烘干，含苞烘干泡茶，还要稀释，对，还要稀释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